冰岛美综合报道。自15岁香港歌手古巨基日前担任乐队掌门人，周慧妮30周年演唱会制作总监。自报晚上出席庆功宴时，一时鸟即随便走进厕所解放，事后才发现进错到女厕，为避免尴尬，趁里头的女生还没出来拔腿就跑。古巨基30日发文透露，在庆功宴尾声正好遇到人有三急，急忙去如厕，直到洗完手推开门那刻，看见对面厕锁门出来位男士，让他当场呆住一秒，回头却见刚刚上厕所的门人形图案竟穿着裙子，直呼你们说到底是我太困，看错进错女厕，还是那个人形图案的裙子画得太窄呢？我急步趁厕所里面那个人还没出来赶快走，他还拍下低头站在男女厕中间双手各执两扇门的照片。网友也毫不留情面留言，你就那么想再被我们笑你一次吗？这种搞笑的以后请多发。古巨基分享走错进女厕的糗事，反射自古巨基微博，古巨基急忙上厕所走错到女厕，反射自古巨基微博，古巨基担任周慧敏演唱会制作总监。星岛日报提供。